去新地方怕唔识路，怕搵错地方行错路，以后就唔使惊啦。皆因港铁手机应用程式 MTR Mobile 近日新增咗全新嘅 Chatbot 互动查询功能，透过程式对话教路，为乘客计划乘车嘅路线。只要用键盘输入或者讲出你想去嘅目的地，例如商场、街道同号码、餐厅、屋苑、大厦名称、公共设施、学校等地点，程式就会显示离目的地就近的港铁站同出口，轻轻松松就可以用较快捷的路线去到目的地了。我们就率先实测这一项全新功能，用法非常简单，就在画面的底部按这里进入 Chatbot 互动查询功能。假设我们要在将军澳去香港城市大学，我们首先在 Chatbot 输入目的地，之后功能就极速回复了目的地就近的港铁站和出口，跟住按乘港铁前往，之后功能就会自动定位，按我们身处的现时位置作为起点，告诉我们详细的转车路线和预计的乘车时间。去到目的地车站之后，只要再按一下地址就会打开地图，再跟住地图的指示行五分钟，香港城市大学就在眼前了。去完城大要去公共图书馆借书，想知道附近哪里有图书馆呢？只要输入公共图书馆， Chatbot 就会列出附近公共图书馆的位置，包括了距离和步行路线。就算地点再难找都不怕当失路了，即刻下载 MTR Mobile 一起试用了。